你觉得如果今天你要接这个展场的工作，你可以升任车模吗？应该可以。我们现场有一台车子 ，Model Elephant。哇哦，搭配我们的展场女神 Elephant。哇！好，我们下来了。不要偷睡觉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